冠军诞生。张继科打球一个最大特点，站离身，漂亮的球，这球打得太漂亮了。这是打出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最精彩的一个球，没错，打拉成功，让张继科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浩，拿到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。潘晓婷最终就是以9-6的比数击败了 Karen Kok， 依旧是保持一个全胜的记录。好球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2007安利杯冠军，中国球坛指标球星，囧球天后潘晓婷。大家好，我是冰壶世界冠军周岩。这个角度做得真好。安飞。周岩。2009年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，中国女子冰壶队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体操运动员李文文，谢谢。文文，文文，刚才我们东京奥运会为我们举起了这个最大重量、最有分量的一枚金牌啊！是的。年仅19岁的李文文，沉稳，没问题，很轻松，非常的漂亮。中国00后运动员李文文以压倒性的优势来夺冠，为中国队再添一金。中国宇宙，中国力量。大家好，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韩天宇。韩一刀是怎么来的？我们比赛在过人的时候，可能我会多加出来这一刀吧。韩天宇的韩一刀是因为我们在每一次比赛的关键节点当中，在大家已经非常焦灼，在最后一次胜负的时候，永远那个一刀就决定了中国队的胜利，所以这是韩一刀。厉害，欢迎天宇。大家好，我是前短道速滑运动员周洋，1500米的顶流。周洋内道上，好的。周洋上来了，控制住内道，把线路控制住，出完道，控制住内道往上升。周洋呢？周洋是冠军，太棒了。周洋就是第一个蝉联女子短道速滑1500米金牌的运动员，一人打多名韩国运动员。对，那场比赛真的是特别精彩，我几次看那个回放哈。激动，这是热泪盈眶，真是太棒了。不要让前面的选手拉开空间，而鲁克尔，哎，奥克贝把周洋推开了，周洋奋力要从外道超越，但是这对体力的影响会很大。周洋超到了前面，怎么样？还有三圈，拉开了，拉开了优势，奇迹离我们越来越近。只有一名中国选手参加 A 组决赛，但他却战胜了其他集团型的选手，异军突起，太棒了，周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征战拳台20多年，但是今天想征战自己从没上过的雪山。再往上跟，漂亮！后手有一个勾拳，再接后手直拳，连续的勾拳进攻，邹世明，这是真正的拳手之间的较量，这是真正的斗士，真正的职业拳手的风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国家跳水运动员陈爱森。好的，有了，这一定是一个超百分的动作。好的，金牌！陈爱森成为了双冠王，中国跳水队获得的第40枚奥运会金牌。我的家人。
在今天对胜利充满这种追求的年轻小将张丹张浩，他们拿到了中国第一块冬奥会双人滑银牌。我觉得此时此刻再多的掌声与鲜花给他们都不过分。对，欢迎张丹张浩。这是我们冰上界的第一个冬奥会的奖牌的零突破。季乔波获得了本季冬奥会女子500米速滑的银牌，这是中国选手在历届冬奥会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，同时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。1992至1993赛季，她席卷了世界杯系列赛女子500米全部八金，成为荣膺世界杯总冠军金冰刀奖的首位中国人。大家好，我是马玲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浩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奇。我中国选手马玲是世界排名第一，是典型的左推右攻，加了一个直板，漂亮，马玲侧身了。大家看马玲现在的状态，非常兴奋，对，非常的兴奋，一直就有拼命三郎之称。马琳取得了北京奥运会的男子单打的冠军，王浩呢是直板横拉，反手从来没有推打，是一个特大的一个乒乓球的发明创新。王浩今天一直都非常的兴奋，抢得比较凶一些。这样王浩获得了冠军。男乒双打中得春之者得天下。祝贺马琳跟陈锦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。这球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这样陈启和王浩获得了第5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双打的冠军。大家好，我是射击奥运冠军易思玲。我们屏住呼吸来看看最后一枪。易思玲在这一枪完成了反冲，恭喜易思玲夺得了中国代表团的首金。